谁打的？来来，这位，牛逼呀、啊！牛逼了，他，不要了呢。那么牛逼呢，何老大？哎，咋这么埋汰呢？他装一宿，装一宿，跟我干仗呢。谁干仗了呢？我们家跟我干仗了。滚！他怎么那么埋汰？由我收拾。我收拾都没收拾。你咋收？都不搁哪搁哪拿微信呢？我先出去玩去了。玩个屁！你咋搞不住呢？他不听我的，他要揍我呢。干啥呀？滚！赶紧滚！你回来又耍上了，又回来。看着他跟踪，看着他怎么了似的。不吃，别喂他，赶紧吃肉。谢谢，哎，你不吃，你吃不吃？太高兴了，谢谢，滚！哎，哪有那么接的？这哪接？走！哎，必须这样，什么这是？跳！酒鬼狗！哎呀！哎呦，我这高兴过度了，喝多了。来，我喝你。是，你看看，一点就行，别整多。哎呦，好，一块干，干一块。哈哈哈！我从小搁山上，搁点上长大的。我喜欢大兴安岭，我喜欢我的路，我什么都喜欢。的北京，我北京，叫我真能不成？不是啥号都有号，房贷的那个号。谁画的？你画的？不是，啊、他画的。艺术家画的。没有。这是老乡。喝，那喝完。玩的是祖国的儿子，认真，认真，认真，大小伙子，认真，认。那才有效。祖国红旗，哎呦，我的天！祝中国红旗五一五节，儿子不喜成乐。姑娘没用，啥玩意儿？那得了，将来不得当小姐呀？当小姐呀？哎，别说这乱七八糟。将来就得当小姐。我给装的，那高呢？你不是。你，哎呦我去，干啥呢？那是，哎，哎呦，干啥呢？你有点儿。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早死这件事儿，我就是。那就是我的家。给他找个东西包上了。没有，就啥包也不带。瞧我这个逼样，两脚我们打死。俺个人尊敬那些。走。你他妈还能干啥？你干啥去？你去！你能不能画出来这样的画？瞧不起你！
哎呀，我操！真是这脾气不摆好。现代派绘画，啊？现代派的，嗯，现代派绘画。啊，现代的人呐。现代派，完了，这张画是奥香的，他用的是抽象，抽象。抽象是啥意思啊？偷着照的呗。你看人家画画，那就准备，你就搁家写完了就烧炉子里，你烧了都，嗯？我不牛逼吗？那么牛逼的人也不能烧炉子里吧？不，烧一张，画一张，烧一张，那是我的个性，这才有个性。你的灵感你都给烧没了，知道吧？嗯。灵感，啊，少数民族都有灵感，少数民族。本来就是少数民族。